大家好，我是二人谷，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周一来到京北附中 VS 京师附中，不是友谊赛的友谊赛开打了。大魔王队一开始派出二流军团跟主角团出战。跳球开始，女主角是不是有被吸引砸球证？一直被球砸，这是什么梗呀？败将哥，因仇恨太深，刚开始很自我的在打自己的个人篮球，后来被大魔王队的二流军团电到爆。男主角意识到后开始鼓舞士气，才开始比较有凝聚团队的士气。这集就在男主角的带领之下，成功在上半场中先此的点，大魔王队才发现不能太小看主角团他们。